我是不是很久没讲话了？我有点想玩张飞。双五就便宜啊，3000块就有你只能出破绽啊，不然没别的办法。
可以啊，有些角色也可以打到，比如说张辽的冲击波。有些招式可以打到，进化不行吧？进化不行。因为他血量有400啊，你进化只有300而已。哇！其实他可以早一点用，可能他们还没有点吧。他可以早一点用，把那个兵线拉一下，他可能没有点。他真的买了，他是不是观众啊？是不是偷听啊？一般人应该不会买、欸。
赚不到钱呢、欸。其实我是不一定要，哎、欸，会不会冲进来开大、啊？残兵，算了，先买吧。我原本没有打算那么早就买香榭的。不是买神驹了吗？这样都中，怕瞬间飞。
两把了。哇！啊，瞬间不要，瞬间。好，一直久等哦，这么厉害。车祸了，车祸了。没有，为啥？就是出了就对了。我刚本来想敲小兵的，刚本来想敲小兵扩散的，结果小兵死了。这是什么？送幸福。
你要冲进去吗？我没有房哦。你要冲进去吗？那是你刚好不在高雄吧？只是没人找你去高雄吧？好想冲进去哦！怎么那么龟啊？可是我没有房。我以为他要冲了、欸。瞬间不要飞，瞬间。七星剑赤兔灯，这是什么有钱人的出法？
不多说，就这样。四把专武啊，敲一下。这考曹营真的是，我打官平，然后曹营超痛的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要挂了，我要挂了。尴尬，尴尬。还好吧，黑糖以前都是，他说，他回家说六点要睡一下嘛，说晚点再打，结果他一起床就是隔天早上了。
没办法扩散，先走了、啊。话说人数怎么越来越多、啊？我想说，降下来就差不多要关了。我一直在找那个扩散的点，然后找不到，一直找不到那个扩散的点。你要生第七个给我吗？我就没有格子哦。
以前的英语张飞。